天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稀客啊！去哪了？快点报备一下。哎，天太热，是给我拿瓶水，快。我来。外边天太热，你坐着别动。哎呦，这大上午的太阳都这么壮，真受不了了。给。谢谢谢谢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怎么着，魏一？哎呀，哦，周游世界去了。啊，啊不对，也不够啊，周游世界没几天。怎么了，美国？干嘛呢？我不见你，你隔三秋啊，想念你啊。怎么着啊？妞妞，你别招他啊！你真不知道啊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不是关山的、哎、呀，那事儿吗？关山。关山跟他有啥关系啊？关山，关山不都回去了吗？他是因为走了才心情不好。不是，他不走在的时候他俩没啥事儿啊。他在的时候你俩怎么了？啊，妞妞，没事儿对吧？而且全公司的人都在帮关山张罗找对象的事儿，而且你还给他介绍过一个。那怎么就变成了你俩了？怎么回事了？啊，妞妞，我真不明白，你得告诉我呀，我真心替你急呀。关键现在国内你在这儿这个状态，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啊。这干嘛呢？你这是好几天不来上班，我这培训多少次了都没看见你，你这状态能行吗？这样，你啊，标准的单相思。哎，姐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咱俩单聊，行吗？哎，那我们俩咋办啊？你俩继续吃披萨吧。你现在忙吗？还行。苏老跟你说个事儿。啊，行，来一下啊。行。行，小夏，你出去一下，我跟凯欧谈点事儿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嗯。最近忙什么呢？瞎忙呗。那几个片子怎么样？还有大概两三天吧。得抓紧啊，跟客户催的啊。行，今天宋老师跟你说个事儿，好吧？嗯，好，你说，应该是啥好事儿？对，宋老师说的一定是好事儿啊。嗯，你现在是有女朋友吗？你先说。不是有没有吧？我这儿一个挺好的一个女孩。那您先说说状况呗。那是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有一个原来是都从石家庄来的一个同事，嗯，一个朋友吧。原来走得比较近，他那女孩呢今年24岁了，来美国读书本科，这马上毕业了。嗯，毕业之后呢，他现在学生身份吧，想留在美国，那就托我说，所以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个男朋友啊。嗯，我想想，这小孩首先这孩子年龄合适，24岁，你27对不对？27大3岁，正好。孩子长得很漂亮，皮肤很白，像你们南方人是吧？然后最大特点是孩子不光学习好啊，特别乖，就是很温柔的、温顺的那种性格。你这不是绿卡刚工作签证刚抽着吗？对，你这个绿卡应该以后绿卡呀、啊、什么这就比较顺利了，是吧？应该是没问题。应该是吧。对。嗯。所以我就想，哎，凯欧合适。嗯，这女孩是有多高？1米63，6362、63那样的吧，中等个吧。身材很好。学啥的？他就学像媒体吧，传媒的。啊、嗯。然后那 他就是咱们这个 Georgetown University 毕业的。啊，那他们家就是经济情况。经济条件很好啊。他父母虽然是国家公务人员，但是不贪不占，但是家里还是蛮富裕的。你知道国内现在这公务员收入不错，也挺稳定、嗯、是吧？是最黄金职业。是不错。对吧？
那各方面条件都挺好。嗯，形象很好，最大特点这孩子特别温顺，人也很，小孩挺 nice， 从小叫我就叔叔长叔叔短的，看他长，看他长大的。嗯，挺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人可能有点，就是不会拒绝别人。宋老师，其实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我没有跟那个，就是都跟大家都没说过，就是我那个有女朋友，然后就马上就要订婚了。